各位同學，這個是 Chapter 8的 Example 12 Chapter 8的 Example 12第12題，咁呢就關鍵字眼呢就是這個 Regular Octagon。 咁呢就 Octagon 呢就是八邊形，有八條邊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條邊的。 OK， 你記住 Octopus， Octopus 記不記得？記不記得什麼？八達通，八達通， Oct 是八邊形。好啦，咁就 Regular 的意思就是說呢正八邊形，正八邊形，正八邊形的意思就是說呢條條邊一樣那麼長，隻隻角一樣那麼大，隻隻角一樣那麼大。好啦，他就問你一隻角是多少。 OK， 我們知道呢八邊形呢它的 Sum of Interior Angle of Polygon 呢就是八減二乘180度啦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它總和啦，那是不是應該等於是八乘 theta 的，因為每隻角都是 theta 嘛，那所以呢 theta 呢就是等於八減二乘180度除以八，那呢就這個是計到 theta 的。那留心這件事呢，這個就講緊一個正多邊形，正八邊形就是這樣做，每一隻內角，每一隻內角這個是叫做，記住這個字，這個是叫做一個 in Interior angle， 一隻內角，因為遲些我們有另外一種角去考慮的，留心這些字啦，不要看錯了這些字啦。 OK， 忘記了，也要寫下我們的 reference， angle sum of polygon， 一定要寫下的。 OK， 好啦，到這裡了。